咖啡馆的名字，这名字到底怎么念呢？ A cup a day, a cup a day， 到底是什么？我告诉你吧，是 a cup a day。我们进去吧。这家咖啡馆吸引我的地方，就是全馆都是以 Vespa 机车为主题。据说是因为馆主是 Vespa 机车的爱好者，门前的那台机车就是属于馆主的。图案是邮政的咖啡豆粘上去的，不知道这些咖啡豆会不会脱落呢？不要烦了，我要好好喝一杯咖啡，享受这空闲的时刻吧。